按说也是当年海河帮的元老，现在的样子，乞丐都不如。哎，要不是关秉义啊，这吃香的喝辣的，应该是我们。这就是你们的下帮主，请你们到大上海的原因，希望你们能把失去的夺回来。哎呀，这太好了！能不能把这安家费先发给我们？ 让我们也去逛逛这大上海，看看上海的摩登小姐。这么多钱啊！打开看看吧。哎，谢谢谢谢，哎呀，谢谢谢谢。啊？怎么了？这。 怎么是鸦片啊？什么？说是来振兴海河帮的，又没说贩大烟啊。现在哪个帮会不卖大烟呢？既然你们不想要，好，我就去告诉关秉义，说海河帮的人来了。啊，不不不，等等等等，我们愿意。 考虑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。不过，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少帮主啊？你们现在这个样子，少帮主看到会难过。这样，你们先把这批货卖掉，拿到钱，每个人买一套好西装，再去大世界开开眼界，之后再见少帮主也不晚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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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赶快。 快快快，别抢别抢了！阁下，现在可以同步进行蝎子计划的第二步了。珠峰好像有点抵触情绪。把这个给珠峰，20年了，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，只要爬上珠峰，他就可以带着金条。 离开了。嗨，黄先生的血压没有控制好呀，还在降190度了。 就号没线，没事儿，死不了。豪斯先生怎么今天有空来给我检查呢？我接到政府的调令，过几天就要回国了，所以特地来给您做最后的检查。我还给您控制血压的药。哦，正好，药也没了，今天就没吃了。 万先生，那个元帅说想见你。我还有点事，先告辞了。好的，来，请。这个时候我见他不太合适吧？说是李二斗来了。这个混蛋来干什么？ 还有海河帮的好几百人呢。哎呀！哥，雨下这么大，我们还得回去给帅子哥炖鱼呢。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啊。 那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等着呗。哎，二位，聘请烦酒，来点烘托，消愁解忧啊！不要。哎，见你妈个正宗的烘托、啊。滚！妈，我还以为吃柴鱼的人有点钱，原来是你妈穷鬼。让你滚！呀！
我是派圈，可三个乡土二爷我就饶了你。我要是不赔呢？哼，那你可就别怪海河帮的圈够硬了。你是海河帮的？正是也。海河帮从来不犯大言。 今天我去摔子把你牙打出来！见你妈官兵，你都不敢打我！ 本小姐，我开的枪。啊，你就是关爽啊！闭嘴！你今天刷牙了吗？连我的名字都敢叫？哼，哎呀，你还真以为我们怕你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海河帮敢来这上海，就敢把20多年前失去的东西给夺回来。劝你最好少管闲事儿，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不客气，你好好想想。 刀干得过枪吗？嘿，这一刀一枪啊，是干不过。不过啊，你还有5枪，而我有50刀。你说，谁干得过谁呀？啊？嘿嘿嘿嘿嘿嘿嘿！下。下。 保山的名声了，从哪来回哪去？不，这我们可是二少爷给请来的。原野在哪儿？这我可不能告诉您。那好，你回去告诉他，现在回家门是开着的。如果做他爹宁死都不做的事情，他就不用再回家了，因为他就不是我儿子了。滚！哎，撤！
身上掉下的肉，哪有说不认就不认的呀？杨姨心里肯定难受啊。杨阿姨，您别难受了，他们要再敢卖鸦片，我爸不会饶过他们的。不能再死人了，更不能替鬼子、替大烟再死中国人了。海河帮的兄弟们都是你父亲的手下，你何不跟着他们一块享享福，起码把日子过得体面些。关老板，您不会真认为卖鸦片是体面的吧？我先跟你说说双双他母亲的事吧。大小姐跟我说过，说他母亲是大家闺秀。是的，是个大家闺秀，但是他没有跟我成婚，就生了双双，然后就死了。关先生，你说话不算数，你的人为什么不给我们卸货？我们可是说好的，我们帮你夺交易，你帮我们运货，可是你说话不算数，你以为我们日本人是好欺负的吗？哼！这就是您一直以来不碰鸦片的原因。是啊，但即使这样，也挽回不了双双他母亲的生命了。关爽知道这些事儿吗？我没有勇气告诉他。那您干嘛告诉我呀？我想告诉你，一旦沾染上了石原，就等于沾染上了鸦片。不弄得你家破人亡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你是纳着闷儿的，你说这石原就跟我们家较上劲了，先是我爸，接着是我弟，现在又找我。他也不会放过我的，因为当年在天津，就咱们两家势力大。别看你们家现在只是个卖油条的，但是你们哥俩只要振臂一挥，海河帮还有几百号兄弟呢。他看中的是海河帮。您说的，我们家现在哪有势力，就是个炸油条的，跟您可没法比啊。关老板，您这要是一挥手，是千军万马呀，您干嘛不跟他们拼拼呀？就这么着躲香港去了？姜委员长都怕日本人，我又能怎么样呢？在这样大敌当前、战乱的时刻，我们只要不投靠鬼子当汉奸，就算对得起我们的良心了。关先生，哎，杰叔，关先生，李二斗在我们的地盘上到处卖鸦片，刚才跟大小姐动手了。啊？他人没事吧？幸亏杨彩霞出手，大小姐没出意外。趁他们现在立足未稳，我带人去把他们铲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石原这种瘟疫，能躲就躲开吧。关老板，我回家看我妈一眼。等等，你记住，你一刀能捅死几个鬼子？即使你是个千手观音，你又能杀得完在中国大地上的一百多万鬼子兵吗？如果你想当英雄，可以，我可以出钱资助你。但是别忘了，你必须跟我女儿分开。
先别急着回答我，先回家开棺验尸，等知道你父亲的死因之后，咱们再来谈。那开棺验尸得我妈同意才行啊。这你放心，李二斗这么一闹，你母亲一定会同意的。为什么呀？好吧，关老板，我先回家看我妈去。宝山，为了咱们的儿子，为了海河帮的名声，我没有别的选择了，请你原谅我，好吗？我怎么觉得我现在浑身油条味儿？嫌有味儿你就走啊，本来也没人请你来。我还没请你们家的海河帮来打我呢，这笔账怎么算？就别混上酱油了。小鬼！哼！哎呀，胆儿大的范大烟死了。哟，说什么呢？去。给我倒茶去，坐下。Jack， 公租界最好的法医，我已经跟他说好了，他会陪你去天津的。谢谢啊，这贵啊，付钱了吗？付了。哎。我怎么看自己也不应该是个赔钱货呀！你看，你赔钱，我赔命，行了吧？奇怪啊！我怎么觉得手里拽着你一条小命的感觉，还不如你欠我钱的感觉好？不愧是资本家的女儿。老大，我们回天津给你爹开棺验尸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去买火车票。咱们是要三个包厢还是两个包厢？反正我是要一个人住一个包厢的。老大，你把关小姐送回家，顺便把火车票买了。妈，送我。哦。慢点开啊！等等，你妈说的是让你把我送回家。我妈是让我目送你开车回家。你目送一个给我看看。你得开呀，你要不开，我就算是二郎神我也送不出去呀。你是伙计，我是东家，我开车你目送，这不合理。应该你开车，我坐车。开车去。你说要是开棺验尸的结果对你爸不利，我懂了。原来咱们俩是朋友还是仇人，一切都要等到开棺以后才知道。哎，不不不不，我是说呀，不管这个开棺验尸结果怎么样，咱们俩是怎么？咱俩都是朋友，哪怕你去香港。要是我不去呢？你敢吗？当我没问过。
老大呀，你才应该踩点刹车呢。咱们跟人家根本不是一个锅里吃饭的人，人家可以随时去香港，可是咱们还要想着你弟弟呀。我买票行了。 先生，哎，有句中国诗词我记不清楚了，叫做"出师未捷"，后面是"身先死"。啊。 出师未捷身先死。嗯。哎。别！栾先生，既然要不是杨彩霞的出现，我肯定就把这关爽给杀了呀。但是寸功未见，你拿什么去见你的？ 少帮助呢！我这……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？哎呀！ 你们是谁？我们都是宝山大哥的小兄弟啊，邵帮主，这些年你可让我们找的好辛苦啊！你看，他们海河王的大旗，我们还都一直保存着呢。你们有多少人？只要您振臂一呼，咱们散落在天津卫周围的和官兵役有仇的人，都会呼应的。 你手怎么了？啊！让关爽拿枪给打的。快了，我们就快能报仇了。接着来。 少帮主，你再这么练下去，不打死也会疼死的。
头不疼啊？啊！因为仇恨可以忘记疼痛，啊？老大，这玉华20来年了，妈妈都没有回过天津老家了。是啊，我还记得呢。20年前，你领着我们哥俩从天津来到上海，我记得就买了一张卧铺票。当时你让我跟弟弟挤在一张床上，你呢，坐在旁边一晚上都没回。你还记得呢？当然记得了，那会儿我都好像是8岁。有人喊你。嗯。元帅，吓死我了，我也赶不上了。啊！我叫你怎么早不回头啊？我妈正教育我呢。我妈教育我说，跟女人接触一定要小心。尤其是有钱任性，包里还揣枪的女人。行了，别胡说八道了，赶紧上车啊！嗯。干什么？你妈真这么说的？啊！哎，在这儿可不能乱掏枪啊！我掏枪干嘛呀？你从这个包里除了掏枪，就没掏出过别的东西来，钱都没见你掏出来过。什么意思啊？开棺验尸毕竟是我提出来的，你拿去多买点纸钱，算是对过世者赔个不是吧。这么多合适吗？看你揣的挺合适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爸不会怪你的，这件事我们家得感谢你呢。啊，去天津不管结果如何，一有消息赶紧给我发电报。路上小心。不会啊，我心胸这么开阔，从来不小心眼儿。大小姐，滚！大小姐，关先生叫您马上回去一趟。为什么？协商办婚礼事宜。啊？婚礼？谁结婚啊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就是叫大小姐您马上回去一趟。那我去外面等您。你要办婚礼？可以呀，咱们俩朝夕相处，你还有时间和别人谈恋爱？你嫁出去了？我不能嫁吗？新郎是谁啊？肯定比你高，比你帅，比你有钱。还有这样的人？废话。哎哎哎，别急着走呀，朋友一场，婚礼可是人生当中的大事啊，得表示一下，红包必须得有。嗯。爸。你给我少拿点钱，关大小姐要结婚了，要办婚礼，我给她包个红包啊。不好意思啊。您是该吃药了，血压高的净办糊涂事儿。什么事儿是糊涂事儿啊？我倒是要看看哪个不开眼的敢娶我，人呢？找出来啊！哎，谁说要把你嫁出去了？没有，没有，你弄这个干嘛？冲喜玩吗？这是我要结婚啊！老关，你守身如玉20年了，老了老了，你晚节不保啊！你不同意啊？我当然不同意啦！像您这样的身份，有个3妻4妾很正常，那也是您的自由。但是有些话，我得向您说明白了。这在我的心里，我只有一个妈，我也不会叫第二个人妈。
我这辈子我都不会，绝对不会。你妈要是活着听见你这么说，得多高兴啊！哎，我的新娘子蛮漂亮的哦。大师在百乐门里漂亮的多了。哎，长得跟你有点像啊。老关，你能不能别欺负我呀？来来来来来，去看看我的新娘子。我不看。看一看。我不看。看一看。就是你的妈妈，还能有谁啊？我就是要跟你妈妈结婚。可我妈妈已经往生了呀。我是拉着她私奔出来的，她一直希望等到家人的祝福以后再举行婚礼，但是她没等到，她是顶着未婚妈妈的名声在那边孤苦伶仃的生活了20年。一来我们要去香港了，在这战乱年间前途叵测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上海。可你妈妈的坟就在上海。二来你妈妈是在上海入的基督教，这里有她的教父，还有教会里的兄弟姐妹们。我要给你妈妈一个正式的基督徒的婚礼，否则我是太对不起她了。爸爸，我爱你。哎呀，中国人不适应这个。那就让你这个老疯癫再多适应适应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关先生，黄超和钱一贯他们带着各堂口的老大在外面等着要见您呢。怎么，看人家卖鸦片眼馋了？我还没离开上海呢，走，去会会他们。现在天津的海河帮在我们的地盘上大肆贩卖鸦片，这个钱赚得多得不得了。哎，鸦片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巨大了。哎，各个堂口的几个小弟啊都不好管了呀，是吧？啊，对对呀，如果不限制他们，不沾鸦片，不当汉奸的二不原则，就很难执行下去了。规矩是我们大家一起定的，我们大家也应该一起来遵守。既然是规矩，那就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。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做不到，那今天就可以退出我的官事商会。哎，这个话说穿了，我们还是帮会呀。对呀，您一走，没人会镇得住，各个帮会，上海滩必乱，海河帮会趁机做大。你们大家可以各自为政，没有3年5载的兼并，海河帮即使有日本人撑腰，也撑不了上海滩的老大。我们但愿吧，但愿这场战争早点结束，我就能早点回来了。这个关秉义要跟死了20年的妻子结婚，他是不是疯了？他没疯，他这是要提前离开上海做最后的告别。堵住他，把他消灭在上海，包括他的财产。他走了，不是对我们更好吗？
阁下为何闷闷不乐？管秉义知道我们在扶持原野的海河帮，所以他要把官市商会拆成无数个各自为政的小帮会、小堂口，让海河帮来一口一口的吃，这样就要吃几年。那么我们的毒华计划怎么实施？明白。那就必须赶在他走之前，让原野取代官市商会。对。另外，珠峰进展如何？珠峰计划可按预定的时间登顶。抓住婚礼上各大堂口老大都来的机会，别站。明白。莫西莫西，那你？阁下，元帅和杨彩霞突然不知去向。马上去找，和他们相关人的所有的电报电话全部监视。来，爸，儿子不孝。但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为了救原野，等救了他之后，我一定在您的墓前守孝三年。袁先生，抓紧时间吧。儿子，叫妈妈的胸骨一根都没有断，证明大志的力量是不足以真正西藏大出血或者休根性死亡的。怎么样？可以肯定，这具尸体真正中毒了。什么毒可以查出来吗？应该是一种慢性毒药，究竟是什么，现在已经查不出来了。具体的法医报告会见给你们。慢性。
继续，刹那间的回忆像永远的默契，在最后的时刻告诉我绝不放弃。好想和你回到尽情奔跑的日子，燃烧着青春在最美的时光。好想和你回到重逢前真的日子，还有那么多生命等着你。哦啦，岁月光辉，好想和你踏上热血大地，奔向属于。